虽然我来过韩国好多次啊，阿念不是也红了很久吗？但我从来没有去过阿念。4:20要报到，4:30那个，但你知道，就是 fashion week 就是时尚有时候总会迟到。嗨，我现在在韩国，瞬间移动，但是因为我的飞机就是比较晚到，所以现在呢就已经晚上了。然后我在等购物部长 Tim， 我这次跟他一起来，就是来看一些首尔时装周的东西。然后我在等他的同时，因为我现在有点饿，你知道我买了什么吗？我买了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吗？这其实意外的很好吃，也是朋友之前去韩国的时候买给我的。不然就是这种，然后里面有花生的，这我不可能会挑，因为我自己没有很喜欢吃花生，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好吃。但我有办法打开吗？有办法顺利打开吗？我这个不确定。好啊，就长这样，其实很普通嘛。我这次呢是住东大门附近，然后今天晚上我们有排的行程，原定应该就是会去东大门稍微看一下，所以如果有顺利去东大门的话，就带大家去逛逛，然后等一下就吃个晚餐。好像很有可能这样吃就饱了。大爆买吗？哇，真的是大爆买！哎，这件我本来要买，哎，哪件？这件我在 Cbon 看到的，是不是？很好看。看到了一家叫 Mimi Light， 都没看过。哇，其实很像妞妞的感觉。对啊，对。泡泡纱的睡衣，所以很可爱耶。很可爱，他应该要做这个一套的，对不对？对啊，而且男女的大裙好。哇，我觉得现在想说，可能还体会不好。不错，这个感觉像我那日本的那个做毛线纱，那个毛线纱蛮好的，很好哎。这栋的3楼啊，超猛的，全部都是一些美妆，而且现在的时间是11点，然后还这么多人，大家也是很爱逛街，跟我一样。我很推荐这个独岛的，他们的保养品也就是比较给敏感肌做使用的，然后我很喜欢用他家的这个隔离。很好用。哇，这是两条，像麻花这样串在一起。这样多少钱？像三万六，将近1000块，还是有点点贵。900。这条还蛮好看的。逛完东大门后，突然很想要吃冰。韩国超商真的蛮有趣的，有些那个冰柜啊，直接就是放在外面。来看看有什么。我这个，我很喜欢吃这种饼干夹心的，就是它了。我超白痴的，我有带相机，然后我有带，现在我在拍这一台，可是。我忘了在交接，超笨。感觉味道很甜耶，有点紧张，太甜了我就有点害怕。
它还不错，就是它的那个饼干是软软的。我之前吃那种有时候饼干夹冰淇淋，外面的饼干就是硬到你觉得在啃砖块，这还好。嗯，真的是超甜。早安，等一下呢，我们要去三清洞吃早餐。这一次的旅行，我就是一个懒虫，它很多都已经在行前就规划好了，所以就看他会带我去哪里。现在呢，我们在安国站的阿念。虽然我来过韩国好多次，然后阿念不是也红了很久吗？但我从来没有去过阿念，从来没有。希望他会有燕麦奶咖啡，超多人。好，就拍一下 logo 好。真不错，是这个品牌的。我超爱吃韩国的锅，所以终于吃到了。我把葱夹了，太多葱了。我对这种鞋就是超级痴迷，你看右边的这个灰色，就像我 Salomon 的那个。很想要吃那个甜甜圈，在这边。哦，好想吃哦。刚的甜甜圈不是我要的口味，所以我改吃冰淇淋。然后面的。蛮好吃的，因为外面下雨，所以改变我们的行程，现在来到了那个现代百货。然后现代百货的不是跟三楼吗？它的那个居家非常非常的好逛，就是叹为观止的好逛。这一整组都好可爱哦。这个蘸酱的直接写 dip dip， 很可爱。我们逛完现代百货之后呢，现在我身后是圣水洞。我自己在首尔，如果每次来的话，一定就是汉南圣水，然后现代百货，就这三个地方我一定会来。然后因为雨停了，所以就可以在圣水这边走走。来逛啊！眼镜很可爱。
Nautica 在韩国跟日本都长得跟台湾的不太一样，就是他们有自己的那一条线，包含这个 T 恤也是，你就会发现跟台湾的差异很大， logo 其实也不太一样。我刚发现他的 Nautica 就是 Nautica Japan， 在后面有写，就是日本制的，也不是日本制啊，就是日本线的 Nautica。 他这边男装其实真的还不错，如果是有男友的、有男伴的，可以来这边逛逛。现在我要去一家选品店，我上次在圣水洞逛到很喜欢，叫做 EQL， 然后这个是我目前在圣水洞我觉得最好逛的选品店，就它的陈列也非常的强。各位观众，我们到了 EQL， 耶！陈列真的很厉害。大写的那种，难怪我会说是大写的名字，因为它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那个西班牙品牌 Halo 的鞋，好可爱。我刚已经买了一双鞋了，还要怎样？竟然还有 Toga， 哇，这双很美，超漂亮的，跟也就是还 OK。最近的天灰灰的，然后饭店就是下方在施工，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公园。首尔的天气这两天都不太好，昨天下雨，然后今天也这样子灰灰的。我等一下呢，想要去吃我饭店附近有一家叫做 Egg Drop 的三明治。然后去东大门那个广场，它叫什么 ？DDP， 对，楼下好像有些设计的小店什么的，所以去看一下。再更下午的话，会跟 Tim 碰面，好像要去看一个 show， 对，大概是这样。希望今天的行程可以顺利。我看着外面灰灰的天，着实有点害怕。果然就是在下雨，我刚想说这个灰灰的感觉不是这么的对劲，还好我有带伞。就是我出发前我还想说有在下吗，好像看不太出来，但还是带着好了，因为昨天就是没有伞情况下大家就偏狼狈。 Every summer, every winter, oh, every season I'll be missing her, no matter how much time goes by, my love for her will never die. Lately I've been wondering if our goodbyes can be this sweet, yet we still cry. With all the wind goes our mistakes, my love for her will never change. How do you like it? 好难带美妆的，这个也好可爱。兔宝宝。这超酷的，它是固体的牙膏 ，solid toothpaste， 好可爱哦！哇，这看起来不错。钥匙圈也好可爱。逛完了，现在差不多时间，所以我要去 Egg Drop 看一下到底能不能点餐了。就我时间掐得刚刚好，蛮得意的，蛮得意的。Yeah.
下。有点重，我想到我的早餐很常吃水煮蛋跟奇异果，放在那个晚上非常的漂亮，而且刚刚好，那个蛋跟奇异果就不会摇来摇去。然后接下来呢，我要去对面的海这边。终于肚子饿了，我现在要来去吃面疙瘩。我刚刚查了一个在附近，大概应该是走5分钟吧。这家真的蛮舒服的，就是它是又比平常的三清洞更外围的地方，也有很多咖啡厅。首尔到哪都有好多咖啡厅。赶路去时装周，其实我们迟到了，对不对？对，4:20要报到，4:30那个。但你知道，就是 fashion week late， 就是时尚有时候总会迟到。对。然后举办单位刚问我说：“哎，4:30的秀你带了爱情吗？”然后问他说：“哎，今天秀没有 delay 吗 ？”OK。昨天我看的秀有 delay。是代表没有 delay 是不是？对，我是觉得他没有 delay 了。但因为来的这个路上真的是太塞了。今天好像有一些政治活动，因为刚来的时候听说那个乐天的饭店还是哪一个饭店，门口有非常多的警察跟维安人员。真的、啊？对。所以我才会说啊，应该是今年有政治活动。来吃雪冰，哇，好大哦！然后我还点了这个像是大福的东西，这是他们家招牌黄豆粉。是啊，黄豆粉是吗？哦，旁边这小小的就是年糕了，是不是？第一次吃陈玉华一只鸡，现在晚上10点多，快要11点，我才要吃晚餐。他们很有名的地方就是这边有很多温泉，然后这边晚一点应该会有足汤可以泡。大家不是都会玩什么酒精路跑吗？就是看到一家，比方说 Seven， 或者是看到一个 bar， 然后就进去喝。这边的话是温泉路跑，因为这边有太多温泉的会馆，